你比做生囝，我哪会当无来关心起来？我唔管是真正讲还是假影讲，我无法度阁继续忍耐落去啊！我自然有法度甲伊怪出来。啊，工人咧，你唔讲叫我来接？我会请忙去。前两工叶志成再来，我会帮叫欧北表。我甲伊讲讲，我唔早钱。你卖想讲提玩具箱，想去骗我？这不是玩具箱，我在你开啊！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8点，一家团圆。我袂当让这个囡仔一出世，就派着这么叮当的命运，所以这个囡仔袂当留。阿母，这是咱的囡仔，我是无可能让这个囡仔跟叶少峰同款命运。妈妈可能无法度回去啊，所以我今麦交代你的话，你要好好记。真的是想要让你的查某囡仔好好活嘞，我都要看你的表现啊，马上出销，我来追杀你。你比做生囝，我哪会当无来关心起来？那是有人听到，我你来登去也干唔着，都无意义啊！你哪会当为我那无看？关了落去，我早晚和叶志成比较起笑。我唔管是真正讲还是假影讲，我无法度阁继续忍耐落去啊！我自然有法度甲伊怪出来，可以家己主动行下我限制内底。阿公人呢？你唔讲叫我来接你？虽然讲你即摆变得戆戆戆戆，但唔过你至少计个职业。你人拢来啊，我哪有可能让你走啊？我爱穿落去。前两天叶志成再来，我会帮叫欧北变，发现我的变装道具搁穿。我咧想，应该是趁我无伫的时阵偷偷摕出去。卡叔讲，伊若发现穿是真的，我的身份就有可能在变卡。我甲你讲，我唔赚钱。你莫想讲摕玩具箱想要骗我。这不是玩具箱。你怎么开好看？好在你开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即马哦，打电话报警啊，咱甲警察哦好好啊讲，唔好怕人，当坏人不好哦吼。